2020年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的关系，带给我们生活上很多改变和不便。现时有不少活动因为需要保持社交距离而被搁置，而香港舞蹈总会每年举办的世界舞蹈日亦因此未能如期举行。所以今年我们转换另一种方式，希望透过一系列舞蹈影片，将我们对舞蹈的热诚传达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在属于自己的空间继续舞动起来，藉着舞蹈带来的力量面对现时的挑战，并继续响应每年一到四二九世界舞蹈日这项全球性的活动。涟漪教学版，咁咧涟漪咧系由好多嘅手语动作慢慢咧组合而成嘅，咁系咁样嘅，请大家慢慢学。生活静静似是湖水，全为你泛起生气，全为你泛起了涟漪，欢笑。全为你起，生活淡淡似是流水，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，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，留下欢欣的印记，情迷亦似歌。那感觉像诗，甜蜜是眼中的痴痴，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，幻想得到的优美。而中间间奏的地方呢，是有少少街舞的成分，开始。噔噔噔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，砰！巴哒哒砰，巴哒哒砰，巴巴巴，哒哒哒砰。多谢。不如连埋音乐一齐跳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
是眼中的痴痴，总也记起。